3月8日，王牌对王牌迎来妇女节专场，关晓彤爸爸关少曾现身送惊喜，揭秘关家妇女的相处模式，讲述妇女间的感动故事。照片中带上翅膀的关晓彤是仙气十足，对此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今晚约王牌看我家小仙女童宝，节日快乐，是我们的天使了。